我最欣赏我老婆的厨艺了，她的厨艺一流。在这里，都闻得到她煮菜的香味。嗯，真香。抱歉，抱歉，回来晚了。就等你一个啦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哦。哦。我想说，开着我的车带大家一起出去玩。开你的车啊？是啊。哦，那么小的车怎么负荷得了？搞不好啊，我还要搭公车呢。我看还是不要吧，等你买了新车再说吧。啊，也是也是。哎，爸妈吃饭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个世道啊，投资都怕赔本，像你啊，只是领死薪水的人，省吃俭用点啊，好好对我女儿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好，记得啊。走，记得啊。爸妈再见。走。老公，我们一路都有存钱，不如像妈妈说的，我买部新车吧。可是老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开花店吗？没关系，以后再说啦。